对不起，警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在说那500万的，段科长。500万？什么500万？段科长，这是今天我们在你办公室里搜到的，怎么？不想跟这500万打个招呼吗？ 不能怨我，这张小小的彩票，这就像通往天堂的门票。海边的美女、跑车、别墅，这样的生活，是用我一辈子的心血我也做不到的。 这彩票的诱惑实在太大，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都得俯首称臣。警官，如果你当时是我的处境，如果你当时是我的处境。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懂吗？<笑>
是。嘿，瞧你这点出息吧你。秋燕，怎么搞的？许媚华怎么还没到？您再等等吧，我想她应该在路上，马上就到了。还等什么呀？你看看这都几点了，还有十分钟就要登机了，你知道吗？赶紧给她打电话。什么事儿？开着车还迟到，还不如坐通勤车了。机长，兴许是在路上堵车了，别着急，您先坐一会儿。他没开机。哦，我再打他家里试试吧。我告诉你们啊，这次咱们机组要是被航空公司查典型，季度奖金不但没有，而且还要整顿学习一个半月，啊，谁受得了啊？这个许媚华也真是的，自己嫁了个有钱老公，花钱也不用愁了，那就干脆辞职算了，也别连累大家呀。就是，太不像话。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几句，毕竟都是一个组的嘛。真是。喂，您好。啊，请问是许媚华家吗？啊，我是航空公司乘务组秋燕。都快登机了，他怎么还没到啊？什么？他在这儿都加班五六天了。五六天？谁说的？这怎么回事啊？你好，机关。你好，我是许媚华的丈夫贺佳怡。我是周明凯。啊，你太太去过的地方都联系过吗？比方说岳母、朋友呢？早上我接到航空公司的电话呀，我就把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联系过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媚华的下落。请问贺先生，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啊，我是搞园艺研究的。你好，谢谢。园艺研究所，好工作。何先生，我们想进去看看。好，来来来，请请。谢谢。请进。哎，请进。还用换鞋子吗？啊，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可以随便看看。我太太的卧室就在三楼。那我们上去看看。好吧。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像许媚华这样的女人，每天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前，总得用洗面奶洗洗脸，拍点爽肤水，再用点润肤露吧。可现在桌上什么都没有。你想，如果她出去过夜的话，这些东西一定会跟着她的化妆包走了。看来许媚华的确是出了远门。有可能。那她去了哪儿呢？何先生，你没事吧？哦，没事，没事。来，请。何先生的家布置的很好。哎，前几年办了一个花卉公司，挣了点钱，这不都花在这房子上了吗？你太太很漂亮。谢谢。那何先生，你太太离家出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七号，也就是五天前的早晨，她像往常一样，拎着她空姐专用的小箱子，开着她那车走的。那她临走的时候没跟你说什么？美华说，
现在是旅游旺季，他们航空公司让他们乘务组连续加班一个星期，有很高的奖金。那这几天你们没有电话联系？没有。你们知道，空姐在工作的时候啊，是不能随便打开手机的。所以呢，自从我们结婚以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没有特别重要的事不给她打电话，她有时间会往家里打的。我想这些天她肯定很忙，所以她没给我打电话，我也就没在意。现在看来你太太给你撒了谎。是啊。何先生，以前这种情况发生过吗？这个咋说呢，我向来对美华都很信任。我认为夫妻间如果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的话，那么在一起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我没想到美华对我撒谎。不，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何先生，你们有孩子吗？啊，我有一个3岁的儿子，现在在上幼儿园。何先生，洗孩子的衣服也要加消毒水吗？当然要加了，孩子的抵抗力是最弱的。哦，知道了。好。何先生，有一个问题比较冒昧，希望你不要介意。啊，没关系，您随便问。许媚华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关系比较特殊的异性？没有。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那你们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你们的夫妻关系有没有产生裂痕呢？没有，我跟美华在感情上没有任何裂痕。只是前段时间吧，我们为了一个小的问题产生了一点小小的摩擦而已。什么问题？来说说。哎，是孩子的事儿。我吧，自认为自己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很喜欢孩子，我想再要一个，但是美华她不同意。为这件事儿，我们之间闹得很不愉快。不过我想，她不会为这件事对我耿耿于怀啊。对不起，何先生，这件事儿也许我现在不该问。你对你太太失踪这件事儿怎么看呢？美华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如果她不去上班，她会给单位打电话的。但是她却没有，所以我对她的失踪很担心。哎，警官啊，以你们的经验，能不能坦白的告诉我，美华失踪这么多天了，她会不会出现什么不测呀？很难说，我个人认为不容乐观。那好，何先生，您静下来再想想，要是有什么线索，及时给我们联系。这是我的名片，稍微后吧。哎，小袁啊，来给客人们续点茶。哎，不客气了，何先生，我们要走了，请把你太太的电话号码还有车牌号留给我们。就写这儿吧。好。这是我们内部工作人员停车的地方，这辆车已经在这停了好几天了。能不能查到这个车的停车记录呀？那我到总台去查一下。好的，辛苦你了。李亮，嗯，怎么样？有进步啊！啊？行吧。这么多卡通玩具，一看这车主是个女人。小玩具、狗、磁带，还得一小盒饼干，这一看这主人就有一洁癖啊。太干净了。
可能刚洗车。这主人干净了，对咱们办案子的人来说呀，就是一种遗憾呢。啊！哎，哎，两位警官找到了，看一下。谢谢啊，来，来，范哥。7号3:17，看来他把车停在这儿，坐飞机走。嗯，我们私下聊。哎，好，从电信局的资料来看。6号以后，许梅华再也没有使用过他的手机了。就凭这一点，我看许梅华凶多吉少。喂，你好，刑警二队。涛，我是常路。常路，小慧情况怎么样？好点了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了。小慧她情况不太好。刚才大夫会诊，又给他加了一些药，又加药了。最近手头有点紧，我想再借点钱。啊，那这回准备借多少？26000。嗯，你等一下，郝佳，咱们队里还有多少钱啊？不到8000。常路，别着急，这没问题。待会儿啊，我叫雨亮给你送到医院去。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小慧，别的什么都别想。借多少？26000。啊？得赶紧找找柳局，向财务部门通融通融，再给他借点钱。已经破例借了50000了，人家财务是有制度的。哎，郝佳，你先到一队去，能借多少借多少。剩下来的我来想办法，去吧。哎，郝警官，你好，我找一下周队长。啊，在那儿。来，何先生，找我有事儿。周队长，有个情况啊，我得跟您说一下。来，坐。好好。周队长，这你们走了以后呢，我一个人在家里想来想去，我突然就想。查一下我家的电话机，结果在那个去电显示上啊，有一个长途号码出现了好多次。没喝水。哎，谢谢。7号是024，是个陌生的电话，毫无疑问，这是我不在家的时候美华打过去的。5号的下午啊，就打过2次，而且时间都很长。您想想，这个电话号码会不会和美华的失踪有关系呢？哦，这个是电话号码。上面有打出的具体时间，024，这是沈阳的7号。沈阳，没错，沈阳。何先生和太太在沈阳，有什么亲戚和朋友吗？没有。嗯，好，我们会尽力去查的。谢谢你，何先生，你提供这个线索非常重要。对不起，没有。7号这整天的乘客记录中都没有你们要找的许美华。7号没有，那麻烦您帮我们查一下8号的记录。好，请稍等。对不起，还是没有。奇了怪了，哎，您这样，您帮我们仔细的再查一下，好不好？好，没问题。好吧，谢谢你。好，好，先麻烦了啊。啊，没事，再见，再见啊，走。好，知道了。桃儿，一队5天，我们是7500，一共是12500，还差13500。桃儿，我们回来了。哎呦，范哥，我们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发奖金了呀！对呀，哎哎，范哥，办的份儿吧？没你什么事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走走走，没劲了啊！发你个头啊，发，那是常路凑的钱。还不够呢，什么啊？他又要借钱啊？哎呀，还差多少？哎，13500。13500，哎，这还不好办。咱们仨一人4000，还差1500。范兄，嗯，见者有份，那1500你负责了。峰哥，嗯，说，
干还是不干呢？那还用说吗？这种体现社会主义大家庭温暖的事儿，我老范肯定全包了呀。哟，可以，够意思。怎么样？等着啊，我老范给你们取钱去。哎，快点啊！嘿，真是一群好同志啊。说实话，刚才我看着他还真有点犯愁。上星期刚给葵葵交了4000块钱的学费，这老就要挖的差不多了。头，一个中学生，学费怎么这么贵啊？寄宿学校，吃喝拉撒睡，贵着。也不知道长路盯得住盯不住。反正小慧的情况是不太好，我跟范高去看她的时候啊，她脸色特别难看，就喝了一口凉白开，她都吐了。这是化疗的必然反应，没办法。这人呢，吃五谷生百病，谁也料不到明天会得什么病。总之啊，大伙有时间啊，多去帮帮长路和小慧，咱们陪她度过这一关吧。走，咱们到银行取钱去，长路还在医院等着。这是26000，收好。这次财务室没找麻烦，你管那么多干嘛呀？赶紧拿钱取药去。哎，混球，咱失踪案怎么样了？没线索，估摸着又是个死案。于三，就甭操那么多心了。你呀，把嫂子这头照顾好，比什么都强。于三。嫂子的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帮上于大哥的忙是我的荣幸。那我走了，跟耿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再见啊。
啊。嗯。你先说说吧。嗯，好。许梅华的车是7号下午3:17停在机场的内部停车场。嗯。我们查遍了所有的国内国际航班，都没有许梅华的乘机记录，只有车孤零零的放那。你们说怎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就突然人间蒸发了似的？这事儿是挺奇怪的。就像她的丈夫何佳怡所说的，她去加班了。可是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的丈夫呢？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婚外情了。玉果汉，这回许媚华离家出走，就是会情人去了，或者和情人度假去了。哦。为了不让她丈夫发现，许梅华故意把车停在了机场，而转乘其他交通工具与情人见面。可是那位神秘的情人又是谁呢？他干嘛又把她杀了呢？哎，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啊。这个案子很难办，你看啊，没有案发现场，没有尸体，我们凭什么呢？叫感觉。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有一天，许梅华突然就回来了，人家只是在度假途中遇到了一场暴风雪，在一个没有手机信号、与世隔绝的地方，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郝佳，像你这么说的，那是电影儿。不过要真是这样的话，哎呦，那我们就阿弥陀佛了。我怎么都觉得像许梅华这么一个成熟的人，他怎么可能轻而易举地为了一段婚外情，葬送自己美满的婚姻呢？而且。他不管以什么理由离开家，他最后没有如期的去上班，这点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凶多吉少啊！看看，这是许梅华的丈夫提供的一个电话号码，024。沈阳？对，沈阳。许梅华，这个许梅华，我根本就不认识啊！不认识，不对吧？可不是嘛，我刘明远几十岁的人了，靠的就是信誉吃饭，还会骗你们不成？那能用你们诊室电话的人还有谁啊？就我自己，还能有谁啊？就你自己？对呀。那你这个电话有来电显示吗？没有。那种现代化的玩意儿太复杂，我搞不懂。可是最近许梅华总给你通电话，你怎么能说不认识她呢？许梅华给我通过电话，给我来电话的都是全国各地的患者，我哪知道他们叫什么张美华、许梅华呀？刘大夫，您看看，这是许梅华最近给你通话的详细记录，你再好好回忆一下。5号下午3:16，5号下午3:55，这个，哎，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哪还记得起来呀？刘大夫，您再好好想想，你看，5号这一天1小时之内，他给你打了2次电话，这应该比较特殊，你再好好想想。哎，好像是有这么个电话，刚说了一半呢就断了，后来他又打过来的。哎，这个人是不是个空姐啊？对，就是空姐。嗨，你们早说空姐不就完了？还说什么许梅华，我哪知道啊？这个空姐啊，我认识，前两个月呢，我坐她的飞机，服务啊挺热情的。下飞机的时候呢。我给了一张我的名片，他以后啊就来电话跟我咨询他的病。他有什么病？头疼病。他跟我说呀，他有阶段性的头疼，其实呢就是神经性头疼。我给他开了几副药，在服药的期间呢，他经常给我来电话，说说他服药后的反应。我根据他说的情况呢，再重新给他配药。嗯，他的病严重吗？怎么说呢？不犯啊，倒没事儿。一犯起来，可能挺疼的。那他到你这儿来过吗？没有，一次也没来过。
他得的这是一种啊慢性病，得坚持服药，慢慢调理才行。哎，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得这种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和工作的压力、饮食的习惯，还有环境的污染有密切的关系。哎，这空姐她怎么了？她失踪了。失踪了？为什么？我们来这儿就想通过您了解一下她的行踪。我只是给她看过病，怎么知道她去哪儿了呢？和她只是飞机上见过面，只能算是一种医患关系吧。你们这大老远的跑来，把我看成空姐的什么人了？情人，啊？说实话，就是我愿意，人家还不干呢。在现在这个社会，一个漂亮女人不见了，没别的事儿，十有八九是跟着有钱的男人私奔了。喂，头儿。这条线索没戏了，看来我们只能无功而返了。对，我们晚上回来，再见。徐梅华是个很文静的人，就是性格方面比较内向，别的有些什么事儿他也不太爱表露，所以我们特务组对他的个人私生活不是那么太清楚。那徐梅华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地方吗？别的倒没什么，就是我觉得他最近有些情绪低落。低落？你们平时有没有看到徐梅花有什么要好的男朋友？要好的男朋友，警官，别说要好的男朋友，就是要好的女朋友，我们也不太清楚。一上了飞机就忙这忙那的，下了飞机又各自往各自家里赶，别人的闲事我们很少问的。不过嘛，但凡选择空姐的，谁不几分姿色？徐梅花要是没几个男朋友，那倒说不过去。这倒是。这个是徐梅华专用的柜子。这个啊？对，打开的。谢谢。是她丈夫干的，我敢肯定，绝对没错。为什么？郑许小姐三个星期前来找过我，就是她聘我来调查她丈夫的风流事。那你查的结果怎么样？你们猜结果怎么样？结果被许小姐猜中了，她的丈夫完完全全是一个花花公子。女人呐，天生就是警察。小姐，别太难过了，这不正是你预料之中的事吗？可在这之前，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这一旦成为现实，我却根本就承受不了。你喝点水吧，徐小姐。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们见多了，你呢，千万别太在意，别太往心里，好吗？把我的人，全部的情感都给了他不说，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可没想到他居然背着我，这种背叛我实在想不通。想不通也得想啊，徐小姐，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这男女之间的事开放到什么程度，你也不是不知道。哎呀，鉴于你现在这种情况，我给你提出两点确实可行的建议。第一，你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这回事，为了孩子跟他凑合着过。第二呢，你带上照片到法院去跟他离，那样的话他呢就是导致这场婚姻破裂的过失一方，这样你在家庭财产方面能够占有很大的起手。
对婚姻之事，你既然已经知己知彼，不妨呢回去好好想一想，千万别急着下决定，好吗？反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我来说绝不可能，这婚我离定了。许小姐，你要三思啊。至于财产上占不占旗手，我倒是无所谓，只要孩子归我就成。许小姐，你要知道，绝大多数男人无论在外面怎样风流，和家庭和孩子在他们眼里就如同私有财产一样。对离婚问题，他们可不是你想象那样爽快。哼，这事儿现在已经由不得他了。白先生，谢谢您，这是您应得的报酬，我要先告辞了。许小姐，请听我一句忠言，退后一步，天地宽了。当时啊，我看到许小姐走时那种毅然决然的神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谢谢，谢谢。怎么说呢？我真为她担忧啊。我感觉她骨子里有一种鱼死网破的味道。那许梅华来你这儿是哪天？你还记得吗？你稍等啊。六号下午3点左右。据你的调查，许梅华她老公在外面有多少情人？据我所知，至少有3个。每当许小姐一去上班，她的丈夫在这方面就显得特别的忙碌，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女人，有时呢，甚至还带女人回家睡觉。我说白侦探，许梅华的材料你有附件吗？对不起，没有。我们事务所从事的是一对一的保密服务，所有的底片和资料都归客户所有，除非客户向我们提出特殊的要求，才能交给我们来保管。现在许小姐的所有材料都被她拿走了，但是我敢肯定，许小姐的失踪案一定跟她的丈夫有关。小谷老师，您来了。于大哥，我来吧。小谷老师，这大周末的您还来干什么呀？如果有我呢，没事，您啊，回去陪陪爸爸妈妈。我没有父母，我从小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对不起啊，对不起。没什么。哎，小谷老师，你吃午饭了吗？吃过了。于大哥，一会儿龙龙醒了，我带他出去玩吧，这样你也能轻松一点。小谷老师，你对我们家龙龙可真够好的。最近我知道你手头有点紧，这点钱你拿去用吧。不行不行，绝对不行！你已经对我们家很好了，我感激都来不及。不行，于大哥，你还跟我借什么来？真不行，真不行。就算我借你的，小谷老师，这绝对不行，真的。龙龙，一会儿老师带你去玩好不好？嗯。那你告诉老师你要去哪儿玩啊？去玩海洋球。还有呢？在上面翻跟头，对不对？走。
我说敏感啊，你们几个可别下来啊！怎么了，柳菊？牛肉脸又来了。敏感，嗯，你们就凭那么一个私人侦探说了两句不负责任的话，你们就来劲了？什么私人侦探啊？他说的那些情况是真的吗？咱们可得三思啊，柳菊，你可别小看私人侦探，没准他们提供的信息能帮助我们破案。你想想，我们一直认为许媚华有婚外情的原因是何佳怡告诉我们说许媚华在离开家的时候对她说了谎。如果这个大前提根本就是假的，那我们等于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牵着鼻子进入了死胡同，对不对？所以柳菊，这条线索完全就是许媚华失踪案的一个转折点。谁